的一半，就是台湾就是新泰多尼亚。然后其实面积是山药跟地瓜。然后其实这都是我2012到2015年的时候去的部落，我去了还蛮多个部落环岛，去了整个部落，然后也有到离岛去。是吗？你很重哦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看一下，很近啊，可是要先飞到香港，香港飞到澳洲，飞到这里，现在签了要补对掉，根本没有直线了。哎，我们是从这边没有直飞啊，我们是在日本，然后就飞到这里。啊，没有。然后其实我们有四个主题，不要拒绝相遇是我们的那个电影的 slogan， 不要拒绝相遇。好，就是我们有相遇。然后这一区就是相遇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大张的图，这是我第一年去部落认识的一个杂货店老板娘，然后她叫做耶古，然后我一去就觉得跟我们就是部落的一个杂货店很像，然后我们部落的老板娘的族名也叫尤古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就是那个感觉很熟悉，然后我只要每次去，他都会拿那个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当地金牌给我喝，就觉得很熟悉的感觉，相遇，然后分享。其实他们跟我们都是一个分享的民族，对。大家看他们就是结婚啊，或山，这是山药。哎，这个是蛮熟悉的，你要介绍一下这人在哪里？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中国，是这位。这个是那个我们去那个老巴，我们去那个蒙古的，对。我们要去贝斯索的老家。对，我们当时就是带《使命保姆》去拜访，就是就是乐团他们那个部落的家，然后这是在东边。然后大家看这个山药，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都有，就是刚刚那个布的那个仪式，就是一定都要做的一个仪式。库顿，我们叫库顿，其实库顿跟我们泰雅的嘎嘎是嘎嘎，就是习俗，我们的规范是一样的意思。所以他们的结婚典礼，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怎么说，他们就是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在应对就是新时代的那个生活的时候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，他们会混合，他们会因为以前他们做古镇的时候是用别的东西，然后现在有布，他们就用太平洋的花布，然后这个是他们拿那个跟苏命在讲话的时候，他们戴起了苏命的那个头饰，对。我觉得这个文化交流过程中其实是很美丽的这样子。然后其实他跟我们一样，就是有被殖民者殖民的痕迹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足球、有排球、有这个结婚，很传统，可是他还是有这种西洋的这个蛋糕跟那个新郎新娘，就是会里面会看到很多旧跟新的那个冲击在里面。啊、是台湾的、哦，你看台湾的台湾品牌，什么价也可以，应该找的是他赞助的。然后其他的文化跟我们很像，他们有他们的传统工法，虽然不完全一样，有传统工法，然后他们也热爱雕刻，也跟我们的就是是一样。因为我觉得原住民是一个很追求美的民族，其实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做一些装饰，不是只有吃饱，然后喜欢装饰所有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个感觉好像在我们部落一样，对的感觉。然后山药，他在种山药，山药就是他们的主食，就像我们的主食是芋头跟地瓜。对，山药收成的月份才可以结婚。他们说山药是男人，芋头是女人。对，啊，刚忘记讲，那边有一个，他们为什么讲山药是男人？因为他们觉得是像男生的那个器官。然后你们看到那前面有个很长很长的，那个就是可能就是代表他们，然后是在他们的七胞文化中心的展出的一个雕像。然后这边都是我，这里是我去的第一个部落。如果在影片里面我会特别介绍。然后苏命邦古也有去，其实就是中国上宝的他们家的部落。嗯，北边呢、啊？海边，对。我们都是弟弟啊，什么弟弟说都是阿贝的泡面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卡纳克的国旗，我觉得他也穿上。其实我发现他们自我认同非常的强，他们会把他们自己代表他们族的东西
时时刻刻的用在他们的生活上，不是像我们只有丰年祭来我们才穿，他们是时刻时刻刻把它在帽子上啊，在衣服上啊 T 恤上啊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标记。所以对，这标记是官方没有认可，就是对，没有特别认可，可是还是属于对那个导演出发的。对，那大概是这样，谢谢，谢谢。有问题再私下问他。OK， 然后我们再麻烦进。